来了。小心。许墨。给你看昨晚的月亮。我的意思是，因为他，我也感受到了新的生活。快看，我中了100块，发给你，好运分你一半。快看我抓的娃娃，我闺蜜太弱了，一个都没抓到。嘿，等我什么时候见到你，把这个送你，都是女孩子。你也应该会喜欢这个的吧？我入职新公司了，祝我好运。许墨，车到了。哦，来了。小心。张老师您好，我是商新公司的策划许墨，我们有个合作想找您聊一下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明天下午3点，陆岸美术馆见。今天有约会啊？没有啊，我今天不是要去见张瑶吗？昨天跟你说过了。忘了。男生啊？没见过，但凭我对他微博的分析，肯定是女生。那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。